今天要来去吃一碗传说中的八宝冰。八宝冰就在这间大楼内底。地点就在鼓山区。大楼现在由着哈鲁达春田旅社来经营。哈鲁达春田火车路。喝咖啡，楼上吃冰。有时候人不等于去隔壁就好了。我来时阵，因还未开，所以等了一阵时间。这栋大楼是历史建筑，在日本时代本地是一间旅馆，叫做春田馆。为何美军炸派去，所以伫战后顶起新木业大楼。今嘛，咱先来去食冰，故事我才慢慢讲予你听。顶悬的厝价阁保留了袂歹。为者会当看过去，大概去打狗牙。有看到无？这冰看起来拢真好食款。哪一个叫这个？对啊，这是用怀石料理的样子，把台湾冰，把台湾的传统冰，对，然后还做双人的配杯，对，所以等于说台湾的料理，这个是哦，有回家，好像哈，哦，模型，他做那个模型工，我看一看都特别，啊，所以就是叫地方的，这是做地方的特色，啊，这是那个日本手工的。用日本的精神做用台湾的元素，会当将冰安尼做，看起来就真有创意咯。冰，啊，搁过来这多宝盒，这九宫盒啦，你也看，这二十多项的这种，在台湾来算哈，八宝冰，啊，总共是几项？安尼加起来。一两三四五啦，八项嘞，啊，二十八八宝冰嘞，啊，中华一粒花安尼啦，啊，这个是糖水，我遐是咧做的所在，这个第一个来，我介绍一下，番薯，好个，鱼啊，好个，青草。玉林红豆啊，黄梨、芋啊。老实讲，我阁毋捌食过白甲遮尔啊水的八宝冰。八宝冰是一般百姓伫热人的时阵爱食的冰品。假使若会当用一挂心思来甲伊设计，安尼看起来就足有价值感咯。在这栋历史建筑的上顶观展，既然有一间这么有创意的店，实在是让我感觉真欢喜啊！来参观卖，啊，一嘴，加一嘴料，加一嘴冰安尼哦，啊，安尼安尼好食无？啊，食粉食到真幼秀。哦，好啊。
伊这原来是烧的呢。啊，这个蚵仔嘛烧的嘛，哦。啊，这应该就是迄个果冻型的，就较袂烧的啊，哈。啊，迄个敢烧的？冷。啊？冷。冷的，啊，迄个红豆仔嘞？啊，红豆仔嘞？红豆仔敢烧的？冷的，烧的。冷啊。冷啊。冰嚼完之后，准备要落来一楼一楼家参观。原来这嘛会当互你办演讲。真侪人唔知影，其实高雄是往来产出真侪所在。你看，产地包括蕉青、大树、大寮，甲着内蒙。其他阁有真侪蚊虫的商品。其实这幢大楼，我足早就曾经来家记录过。这幢建物叫做木鱼乡大楼。这个、主址在日本时代是一间旅馆，叫做春田馆之殿，在三省屋三和银行的附近。然后从旅馆的所在改建是四站楼馆的大楼。最主要是收留中国难民的所在。1963年，高雄市进出口商会同业工会处理了土地和建物的产权，佮伊重新修建是一个较好看的外墙。啊，即马咱着入来内底看卖一下。即马内底有咧卖真侪文化创意的产品。进出口工会修建了后，在1964年正式改号名，叫做木鱼乡大楼。到了1993年，工会离开这栋大楼。做好咧做汉药材进口批发的原工公司，2014年原工公司租约解除，问题是这栋大楼嘛不堪使用了。电梯应该是后来倒起来的，这是修建完成进出口工会的修建纪念碑。二楼也可以参观，这墙的外角都有修缩，地板抹石啊也做了不错。二楼的空间真空旷，现在文化创意的商品越做越好。2014年，陈局市长的文化局改入保存这栋大楼。2015年，文化局跟工会进行合作。2017年3月开始做修复的工作。2018年的9月正式开幕启用。
所以咱即马是来蛤蟆乡都有加一个所在，会当来行行踅踅的咯。